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钟怀，欢迎收看小谷教学。好，今天要教的内容是右左基本功。好的，预备。右左基本功就是可以，就是小谷的基本功，就是爵士鼓的基础。好，小谷可以让爵士鼓变得更专业，明白？好，今天我们来到小谷教学的右左基本功的第一集。好，那是，然后。右右右右左左左左右右右右右左左左左左，从右手开始到左手，然后那种是，懂了没？好，明白。然后右右，然后打给大家听，然后开节拍器，哎。95，好，先开始，我们开始打一个 no， 从右手到左手看着 ，Let's go。拜拜。好，我们再快点，我们再到104。好，有没有？哦，110，最好没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哦 ，go。是懂了没有？好，明白，那就好。好，我们第一集的小谷教学右手就用，好，我们待会再拍第二集。